Hey, 大家好，今次跑冷环节咧就精选咗第一场五班千四嘅赛事，推介俾大家马就系元朗之星啊！睇翻系331场次嘅跑法先啦。嗱，好啦，见到一出闸啊，嗰一只啊，一号啊，就系嗰只元朗之星咧。咁就嗱，红白间跳舞啦，咁啊绿色衫白色就嗰只就系只元朗之星啦。嗱，呢场马其实就元朗之星咧，系季内咧系都系都叫做系开始复苏嘅表现，因为其实之前咧。佢個表現咧就唔算話真係認真好嘅啫，咁啊真係可以話係旺角隔離啦，咁啊麻麻地嘅啫，咁啊開始其實就呢場賽事都見到佢跟到前面嘅速度啦，咁嗱放頭見到14號就係只親愛的啦，大家咧都仲可以睇埋咧13號嗰只真感，一陣間佢衝上嚟啦，咁就同埋咧只美麗新星啊，同埋佢喺個尾段嗰、那個跑法先啦。好啦，嗱，開始咧就差唔多咧轉到去入到去直路嘅時候咧，見到咧元朗之星咧就係、是、唔要即係個內欄咧咁啊移咗出嚟啦。咁啊開始其實只馬咧就係乒乒乓乓就係、是、有一個唔錯嘅追勢咁啊，開始咧就打上嚟咧都係有啲反應嘅啦。咁啊跟住啊見到啊側邊啊嗰只美麗之星咧就係、是、喺佢打上嚟嘅時候咧、那個衝刺咧就比佢同埋只。亞洲力量咧就都係比只元朗之星好啦，咁最後尾咧就見到咧元朗之星都可以即係差唔多咧就係捱到翻嚟啦，仲有咧就係只真感啊，最後尾衝上嚟嘅時候咧就都係攞翻個第四，咁見到嗱其實咧元朗之星佢整體個跑法啊都可以話係即係喺千四嚟講咧都係啱佢個路程咧可以係做得到個時間啊，同埋係可以咧係有一定嘅戰鬥力，咁今次其實就。配合火車盤咧，個磅數嗰方面咧，其實就有兩磅咁去減下啦，咁啊個十檔咁啊更加啱去發揮啦，所以咧我就揾咗佢做膽啦。咁呢只馬其實我覺得今次咧係有啲機會嘅。嗱腳嗰方面咧，七號嘅真感啦，今次二檔130磅，咁啊用到啊何銘年，咁就係今次個夜馬組合咧，呢兩次咧都係佢贏咧都係啊何銘年騎咁啊。特別醒神嘅，咁啊睇下何銘年咧，可唔可以幫呢只馬攞到三折咧？都係機會馬嚟嘅。嗱，另一隻咧，佢推介俾大家嘅馬咧，就係10號嘅創高峰啦。上次都開始近嘅啦，前一次咧就係、是入到個腳啦。咁所以其實就我覺得喺個沙田1200嗰方面咧，佢今次增程嚟到1400啊，我覺得。佢都係有能力嘅，因為其實佢過往咧喺四班啊千四咧都係贏過咁，所以大家可以去留意一下。最後一隻咧就係只輕磅嘅紅桃巨星，咁今季其實都喺唔同嘅場合咧都係介紹過俾大家啦。咁上次喺沙田就都係啊何銘年騎咧1200咧係入到位嘅，始終咧呢只馬雖然話係老馬啦，近來個狀態咧都唔錯啦，咁我覺得咧就都可以去考慮買咧。呢次我就跑冷嘅環節咧，就揾元朗之星做膽拖真感啦，創高峰同埋紅桃巨星咧，咁啊希望咧就可以喺跑冷環節咧幫到大家。嗱，如果你哋冇裝會員咧，就真係快啲裝啦！我哋啱啱呢次嘅會員貼士嘅心水成績咧，真係都叫做可以幫到大家啦。咁啊過關嗰方面咧就有兩win一批咧，咁整體個成績咧就有兩win三批咧，同埋我哋嘅臨場過關啊！如果你買win批二穿三過關咧，有81倍收嘅，咁真係都有交代啊！嗱，希望咧今次咧就幫大家咧一齊就係喺星期六嘅真係通常有冷門嘅賽事之下咧就贏爆馬會，希望大家順順利利。Hey, 大家好啊！咁今次另一场推介俾大家咧，就系、是、五场四班千四嘅赛事。咁推介俾大家嘅马匹咧，就系、是、呢一只7号嘅坐字勇驹。咁啊睇翻咧，佢就系、是、之前啊喺千四嘅表现线啦吓。咁好啦，嗱一出闸嘅时候啊，见到啊嗰一只咧就系、是、3号啊12档出闸咧，嗰只就系只坐字勇驹啊，白色衫紅色帽嗰只就係只佐治勇驅啦，咁佐治勇驅咧就呢場馬你大家真係留意咧，佢最後尾咧衝上嚟嗰段咧就真係非常之緊要咁就係、是、嗱，佢一路咧全程咧而家咧都係留守喺個尾段，你以為佢冇撩到啊？哇！一陣咧就不得了啊！嗱，咁大家都仲可以睇翻咧，依家喺第
六位左右咧，五号嗰只无敌勇士啦，咁就即系无敌勇士咧呢场马咧，即系佢初出嘅，咁但系咧就都有个唔错演出啦。嗱，见到咧佐治勇驹咧一路啊都系喺个留守紧喺个比较后啲嘅位置啦，咁就以为佢都系冇乜机会参与。咁前面放头咧灰色马嘅潮州大兴啊，同埋十号嘅蔡德尔咧就喺前边 bling bling 咁样放啦。咁一路佐治勇驹咧都系喺个比较后少少嘅位置咧，咁系冇乜即系都唔系话去得好前啦。好啦，嗱入到去直路嘅时候啊，呢只马都系喺个转弯咧，喺最咩位置咁开始咧，其实就逐步咁样骑上嚟咧，就系、是、个冲前座咁啊内档咧，咁啊啲金帆发啊，咁同埋啲金鼓齐声啊嗰啲咧有啲唔错嘅追势啦。咁啊跟住仲有只佐治勇驹啊，而家咧咪拎白兰咁样打上嚟啊，哇真系咧嗰个势咧就完全不得了咧，咁啊过终点啊呢一下咧。就真係追返個第三呢，所以其實就你見到佐治勇驅呢，佢喺呢場賽事嗰個後勁呢，你就知道呢，佢雖然今次都係排外檔呢，排到14檔呢，但唔緊要呢隻馬其實衝上嚟呢個鼠勁呢都係非常之好啦，咁所以我覺得呢，如果只要係阿巴杜發揮得好呢，呢隻馬應該喺呢個班次上面嚟講呢，今次佢真係外檔呢都會有機會，咁所以我就揀咗佢就做膽啦。嗱，腳嗰方面呢就有幾隻呢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第一隻呢就係隻都靈勇士啦，都靈勇士其實就上次呢都係好叻咁都跑到入個位置啦，咁跟住就呢次都係個檔位嗰方面雖然係外檔啦，但係何銘年同呢隻馬都夾嘅，咁大家都可以留意住。咁另一隻咧去推介俾大家咧，就係頭先見到嗰隻無敵勇士啦，咁一個唔錯嘅走勢嘅，都係爭少少咧，雷炎就係、是、都係外檔，係啊呢場咧就真係唔同嘅外檔馬咧，我都揀啦。咁因為125磅啊，周俊樂騎，咁我覺得咧都係可以係發揮到呢隻馬。咁最後一隻咧就揀俾大家咧，就係呢只上次贏馬為何澤瑤帶嚟第500場頭馬嘅金帆發啦。大家睇到佢上次咧個演出咧都係唔錯嘅。咁今次有個四檔啦，磅啊比之前重一啲啦。咁但係咧應該我覺得位置咧都有機會。咁所以呢次我就扭咩少少咧，揀啲外檔馬咧就先用呢只佐治勇驅做膽，咁就腳拖呢隻無敵勇士啦、都靈勇士啦，兩隻勇士加埋只金帆發咧，就希望咧可以喺呢個三 T 次關咧就幫到大家。嗱，咁最近咧，我同埋拍檔咧阿棒咧啲tips 咧都 OK 啦，咁就啱啱呢次嘅會員心水咧成績就非常之理想啦，有2-3匹啦，咁就如果你有買埋二穿三嗰場臨場提供嘅話咧，有81倍咁啊都有交代啦。咁記住啦，如果你未做我哋會員，快啲做啦，咁做咗會員嘅，咁啊麻煩再幫幫手 ，CLS comment like 同埋 share 你嘅片段，同埋最緊要撳埋我哋嘅鐘仔啦，咁啊。仲有，最緊要咧就係阿棒咧呢排咧，哇！佢俾嗰啲馬膽咧犀利啊，即係浪，即係佢就俾只尾場啊嗰只嘅量化歡騰啊，咁啊影相已經贏咗啦，咁啊你要睇埋佢嘅片咧，就今次星期六咧就大家混合埋啲心水咧，應該會贏到馬嘅。咁啊希望大家咧星期六咧就贏多啲，扭咩少少咧一齊再贏百馬會。咁啊下次節目時間再見，拜拜。今次揾膽咧就揾嚟咧，哇！十場嘅13號啊，陽明天空啊，嗱，今次增程我仲中意噶，咁啊睇翻佢上場點樣跑1400啦，五檔12號 number 就係佢啦。嗱，佢出閘都係慢偏慢噶啦，本身嗱見到啦，紫衫綠色帽啊，12號 number 而家喺尾4-5位置啦，咁啊始終。出腳慢咧，我自己覺得增程係好嘅。其實呢啲馬咧，同埋佢踏著嗰陣時咧，佢需要一段時間。佢唔係話有啲馬咧一踏就即著嗰啲，佢都係比較真係要慢慢踏、慢慢踏嗰啲啊。越打就越有咧，所以增程咧今次增1600咧，我覺得係啱嘅。嗱，上場咧同組馬都有啲飛傲翔，而家大頭嗰只啦，亦都有啲實力派啊。天天得樂啊，特別美麗嗱，整體呢組馬都唔曳啊，之後嗰啲馬都繼續贏。
噶。嗱，你睇翻啦，嗱，陽明天空而家紫色衫綠色帽啦，十二號 number 嗰只，其實佢全程都係蝕到阿媽唔認得噶。由於真係冇辦法啦，佢喺裏邊可能混，咁寧願蝕少少出面出邊衝咧，咁啊，但係嗱前面嗰兩隻咧就比較慳曬位啊。嗱，佢而家外檔啦，紫衫嗰只啊，見到嗱，即係係需要啲時間攤噶啦，攤下攤下咧，佢唔係話。即刻嚟嗰只，嗱佢慢慢慢慢上，慢慢慢慢上，咁所以咧增程我都覺得對呢啲馬絕對好噶啦。前邊嗰啲啊走甩咗啊，飛鷹翱翔啊，第二嗰啲啊實力派，咁啊其實嗱佢都追上嚟，嗱加埋佢側邊六三嗰只癲癲得落咧，其實個趨勢都非常之好啊。嗱你哋玩諗下，如果佢增程嘅話咧，佢可能越咬越近，越咬越近，嚼埋都唔出奇。所以咧呢啲馬咧一增程都係有原因，可能騎師同練馬師個部署都係喂跑六千四嫌短喎，不如增程。好啲咧，咁我覺得今早馬咧，亦都唔係話特別好多好叻嘅馬喺度咧。呢只咧，陽明天空咧，有機會今季開齋。嗱，其實佢上季咧就初出已經係贏噶啦。咁睇下，希望今次有冇機會啦，喺今季裏邊再嚼一場俾大家睇下啦。咁我推介就係第十場十三號嘅陽明天空。嗱，上次嗰只老馬咧，量化寬騰都幫到大家啦，都有成六倍噶，幾好啊，有啲分頭啊。希望今次呢只陽明天空繼續可以幫到大家。希望。大家繼續 CLS 我哋啦 ，comment、like、share、subscribe， 睇埋張老師啲片，咁啊亦都做會員啊，未做嘅話快啲做啦，因為我哋啱啱會員咧都中到啪啪聲啊！希望大家嚟緊啊，星期六記住啊，係跑星期六啊，希望大家贏爆馬會。